其实台中的话，在韩国的地图上，青春岛差不多的地方，所以我以为在台中也不会那么多，可是真的吓到了，有很多地方能去。嗯，现在觉得以后如果结婚的话，跟台湾人结婚的话，也会考虑台中。大家好，嗨嗨，我今天是我在台中开商店了，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台中的主题。我现在来台中差不多9到10个月这样了，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台中生活后得到的很好的部分。其实今天没有打算开箱子，可是我昨天突然跟我的台中的韩国朋友对林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，突然说出来了，哦，台中这个部分好，这个部分怎么样这样，哦，风尚这个也不错，所以开箱子了。所以我先说对不起台北，哦，对不起台北，我比较一下，因为我只住过台北，哦，也对不起韩国，哦，我比较一下，嗯，真的我在台中，我真心的感到的部分说出来的事情，其实我想当台中的代表的外国人，开玩笑的，因为这边是许政府站，所以我觉得算是也是代表台中的地方，所以来了。那我直接开始讲了，嗯，我先说一下韩国的事情。现在在韩国，很多韩国人想住首尔，当然有很多原因，原因中我说的也是很大的原因。我们在韩国在首尔才能做很多文化生活，其他地方其实很少，比如说看艺术品，然后在台中有很有名的那个歌剧院那种的地方，在首尔才有，所以住首尔的话才能做，才能看到很多东西的感觉，所以住首尔的话才生活更丰富的感觉。其实台中的话，在韩国的地图上青春岛差不多的地方，所以我以为在台中也不会那么多，可是真的吓到了，有很多地方能去，嗯，也有很多种类，也他们会换啊，下一个是这个艺术品，下一个是这个艺术品，这样我每个日子都会换，所以我觉得台中是对文化生活方面真的很好的地方。本来选城市的话，首都也有好处，其他地方也有什么很自然的好处这样吧。可是台中的话，我觉得真的阳光都有的地方，还有开车的路也很大，然后路门也都很大，嗯，很多路很大。大家现在风很大，风很大，所以我们换餐厅，换餐厅继续说话吧。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台中的主题，所以我拍影片前找到了很合适的餐厅。那个餐厅是我第一次去的地方，是台北，原来是这个本店是台中的，所以今天去看，继续说吧。嗯，那走吧。大家去这边吃水塔，这边就是本店的。大家这个感觉真的是传统的感觉，真的比较厉害的感觉。大家，我刚刚拿到了菜单，然后做到了，然后看这边的风景就是这样的风景。大家，刚刚我点完了，这边人真的很多。然后因为春水堂本来在外国也有名，所以外国的也有，我的旁边就是外国的。珍珠奶茶来了。其实春水堂的话，珍珠奶茶最有名吧？为什么？好像以前听过珍珠奶茶，这边是第一家的珍珠奶茶，对吗？不知道，其实不知道，帮我告诉我。春水堂，很浓的感觉，还有这边的奶茶也比较质感也比较浓的感觉。
那在我刚刚说的在台中感到的好的部分继续说了，我觉得台中的城市景观很美，跟韩国比起来的话，韩国是现在建大楼的时候都是很大的大的社区，所以楼的样子都一样，都一模一样。对，刚刚那边市区的楼一楼全部都设计不一样，都很好看的，有特色的，所以更有气氛的感觉。我刚来台中的时候真的吓到了，一个路全部都很高级的感觉，然后都很好看，都想进去的感觉，都想进去看看。还有感觉台中的城市景观很美的原因是那个灯的关系，不知道有人会不会这样子，可是我跟其他台中的韩国朋友两个都觉得台中的灯的气氛很好看。台中的话常常用黄色的灯，所以晚上的时候真的好看，都是黄色的那种灯，所以很有气氛。然后大家刚刚来了我点的功夫面，这功夫面很多韩国观光客们来台湾吃的东西，来台湾来吃水汤吃的东西，可是不知道台湾人常常点什么。我加了辣味，炸鸡。我去吃看本店跟其他店哪里不一样，可是我很久以前去的，所以其实忘了味道。大家这是手工面，所以会出来这样宽的面。真的韩国人喜欢的味道，这是卤肉吗？卤肉味道吗？这个。大家这样，台中还是有很多美食餐厅，很多有名的餐厅。我觉得真的台中真的真心的觉得不错，真的。盐酥鸡跟炸鸡中间的感觉，짠。其实清水汤的话，我刚刚台湾的时候吃过，所以一直忘了。然后一直感觉啊，清水汤是观光客的产品，这样的感觉。我以后会常常来的，超好吃。我以为是观光客来的，为什么一直这样觉得了？很好吃。所以我觉得城市的设计嘛，设计真的很好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当然也会有我不知道的不好的部分，有人觉得都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。可是我的住十个月的感想就是这个，而且很多地方还在改什么什么路，所以会更期待的地方。我本来住台北、新北这边住的外国人，然后现在住台中，住台中前有点担心了啊，在台中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怎么办？可是现在觉得以后如果结婚的话，跟台湾人结婚的话，也会考虑台中。可是其实我昨天跟朋友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最后面说到了一个东西，台中的房子也超级贵。我好奇为什么这么贵。所以其实我说的那种好看的楼，我其实没办法住。那大家，我的影片到这边，今天我的分享都怎么样？还是有很多台中的好的部分，大家也跟我分享一下。那我的影片到这边，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来一碗。